大家好，我是钓鱼少年雷木伟，这次主题是船机，第一次拍船机，介绍一下装备。钓竿，赤狐1.5号，360，应该是360公分。例如啊的话，刹车卷线器，母线2号第一线，可以4号直线。等等有搬船的影片，这里要先讲个当天的小情况，有外套或棉被的可以先穿好盖好。那天呢，搬船呢，我小失误，左手扭到很痛，幸好拉鱼的手是右手。更重要的是，右手受伤的话不会寂寞的。我们去示范一下，把画面团从车上弄下来，然后躺到海边。Shout out to Nitro, shout out to Glacier. I want that ice you never paid for. I got that bankroll, becoming major. I'll zip you up just like a tailor. I got the world in my hands, was a glory in that. I need more for the kids, thinking matter of fact. I need rest for the people straight up in the shellac. I need bars for the kids who care less for a Mac. Shape up, put a letter grab. Don't string yourself out on any paragraphs. Ride up, now how we fill up a notepad. Write words that you know will make an impact. Ooh, I caught myself in running dumb tracks. So I started soaring up and lived there. Still pulling up to do, I'm rapping 10 raps. I was taught up with Apollo, watching 10 classes. 100 people light up. 出发哦。这种鱼哦，成功成功了成功了，银章一只，哇，新手第一只，啊，不要自己了，这大只大只，抓起来 ，OK， 要网子吗？不要，那么小只叫什么？哇，大王来！这么小只需要什么网子？大王来啊，哇，超大只的，比手掌还大。啊，钓鱼！哪鱼？垃圾啦！哎呦，大家！大家啦！哦，大家大家，哦，只有力了，大只大只的，哦，背光背光，哇，啊，卡住，钻洞，大只的，你喂啊你喂啊，哇，差刷，进来，到你到你。跳不几坑啊！快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需要网子吗？不用，没有大只。哎呦，恰恰臂，哦，大只的恰臂哦。我说没有大只，看就知道。你很大只，大成这样。我钓竿子短啊。哦，第一次在这边钓到那么大只的恰臂。用当那种钓饵。这个浮起来就是鱼啦，是知道浮起来了。这个什么鱼啊？大群的。你看，拔铁蓝又来了。银鲳啊？不是啦，鱼鳞呢？银鲳没有鱼鳞。有啊。银鲳细鳞，那不是。这里啊。我的鳞很大呢。哎，那是银鲳哦。对啊。啊，那就是银鲳了。啊，有吃啊。慢慢的，不要跟我讲话。不是太慢了、啊，我跟你讲完话，我看到了太快吧。
下面都是银叉。大哥，大哥，果然技术不太够。不是，你钩子要换小一点。如果是你唱的话，一整个就吞下去了。用假夹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钓鱼叉。我喜欢钓鱼，没有兴趣。没有兴趣还是钓鱼？没有要钓那里啊，只想钓过去而已。哦，钓到那边就吃了。你尝过这一把吗？美女吗？应该是不会的。给我吃哦，吃哦，咬一口。咬两口。你尝过吃，咬两口而已啊。啊，吃不太下去了。哇，打字。钓竿很软，哦，真需要啦！你可以说钓竿的不是很大只，没卖，舒服。你可以说这只钓起来很刺激，去家里也有咖喱啊，你啊又钓金蛙，看会安怎？差距又未去啦，就换我继续。哎呦，哎呦，我、哦、中了，哦，我赶快，有力哦，哦，二号杆哎，哦，插嘴插嘴，插嘴插嘴插嘴，有，大只的、哦，一点点啊，哎呦，英哥，网子吗？网子网子快点。哇，英哥！然后中鱼哦，银鲳有有有银鲳，有就有了，终于银鲳，不用看了哦，十个钓带鱼，他们也钓到银鲳了，他们那边抓一个，这是银鲳，这是银鲳，哎呦，要放生。转转，五加，加到一加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可以啊。再给我偷袭，偷咬的。可以啦，有点晚。嗯，是吃下去的。你看看，终于哦，加我加剩了，哦，
如果是多加呢？我给你看图，我是不敢点嘛。中了吼，大师哦！哇塞，中中啊！原来是这個，哦，好大一只哦！龙针宝宝，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把它放开。花生花生，哇！什么？啊哈！超小单机啊！不对不对不对，有总比没有好啦！从小先给我放生啊，放生！终于终于哦！啊！我鸡龟啊！是啊，真是鸡龟啊！鸡龟啊！鸡龟啊！分享一下那天的感想，那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热，爬干有没流涕，手没戴手套直接脱皮一个礼拜，现在紫外线都很强，防晒要做好，不然就会脱皮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和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